好，那这个鸡蛋呢？是蛋豆鱼肉类还是牛奶？蛋豆鱼肉。好，举手才能讲哦。蛋豆鱼肉类。虾子。虾子。虾子。小朋友，谁知道虾子是哪一类？ 蛋豆鱼肉类呢，还是蔬菜，还是牛奶？蔬菜。哦。给我。哦。给我。答错了，还有谁知道？虾子类。虾子类。虾子是蛋豆鱼肉类呢，还是蔬菜？蔬菜。哎。好好，很棒哦。蛋豆鱼肉类在这边，蛋豆鱼肉类加在这里，蛋豆鱼肉类哦。 那这个鱼呢？鱼？谁知道它是哪？蛋豆鱼肉类。要举手，要举手。蛋豆鱼肉类。好，再放下来，再放下来。好，一数到三举手才能回答。一，对，雨辰。举手的，放下来，贴在大腿这边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哪一类？那是什么？鱼肉类。好，蛋豆。